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警犬在我们的心中都是很厉害的，它们聪明机警，而且非常勇敢，同时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。视频中，一位女军官正带着一只军犬表演走军步，军犬听到指挥后，立刻进入了准备姿势，迈起前腿就开始有模有样的走起来。这认真走路的样子真的是太可爱了。镜头一转，阅兵仪式中就看见了警犬们的身影。这些警犬能够在这里亮相，也是对他们的肯定了。但是下一秒，画风突变。只见一只警犬竟然当众笑场了，别的警犬都是一脸严肃的，他却是笑容满面。很多网友看到这一幕都表示，这警犬怕不是走后门进来的吧。视频中警察们正在集体做着俯卧撑，警犬看到之后也过来凑热闹，看警犬一起一路的样子非常的专业，好像是故意待在警察身边抢镜似的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请点